我们国税局非常的诚意哈，只要是在建立大家的租税教育，不是考试哈，所以我现在要把这十五个的题目答案哈，我要把答案哦，答案告诉大家，请大家记得，要不然等一下哈，可能答不出来就丧失了机会哈。OK， 我第一个题目第一个就是说。一般哈，我们澎湖县有税监处跟国税局，那常常会跑错。那国税局承办的业务有几种？有九种，综合所得税、营利事业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还有营业税、货物税，还有那个烟酒税、证券交易税，还有那个期货交易税，总共有九种，有九种记得哈。然后，如果你们对我们国税局的业务，如果你对我们国税局的业务不了解或怎样的话哈，请你打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哈，这个电话要记得哈。那如果说好，你对我们的同仁啊，在进行查税方面哈。你对的不满意，然后认为他的手段有贪渎行为，请你打电话检举他。这个电话号码是926-2338。好，这个电话号码跟不要跟前面那个号码搞混了哈。然后如果你们要打那个全国。税务反诈骗专线的话哈，这个专线是165专线，包你不会被骗哈，165专线包你不会被骗哈。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所得税的申报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期间，要记得哈，5月1号到5月31号。另外一个是你所得税扣缴期间是1月1号到1月31号，这个是机关团体哈盈利事业在报申报那个扣缴凭单还有鼓励凭单的期间哈，两个日期不要搞错了哈，消化一下哈，要不然记不了那么多款，前面六题消化一下。永远都那么多，假的，然后忘了。我的不能交换，交换吧。几个啊？啊，你呢？等一下，等一下。知道吗？知道吗？我让他们坐回来，我让他消化一下。